那个型号是也被你们堵住了。大档期的，我要调那个温度，就是误差度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调到200度喽，然后要到190度，温度三十度左右，290度就是要调那个调温差度，到那个温度是哪个档期？啊。谁说的我到了？等一下。